这一把步枪不仅裸配30米4000秒，而且还能实现无后座。哈，大家好，我是川云。这最近啊，我的粉丝私信和直播都在问我什么时候更 ICR。你们点赞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，视频发出几个小时就1000赞。那么这次就挑战破2000赞，下一期我就不信你们还能做到。也观众们，今天给大家测评的枪械是 ICR， 我相信很多玩家都没用过，甚至可能没听过这把枪。很多人都知道 M4 是新手启蒙枪，但我却觉得 ICR 才是真正的新手枪。想当年国服 S1 赛季的 ICR 多火呀，就连我这种二指萌新都用它在排位乱杀。因为这把枪的后座极低，就算你是刚入坑 FPS 的新手也能很好的上手。开了 FOV 之后直接实现无后座，不开 FOV 二指也能轻松压枪。最牛逼的是这把枪不装任何配件，30米稳定四枪倒。话不多说，直接上配件。第一套机动流，我极力推荐一套配件，用了2年了。第二套稳定流配件，这是给萌新准备的，机动和控制都很均衡。那么接下来直接赛季初钻石局实战，还有大家耐心观看，谢谢您。我哪冲什么进来？我一个人扫我。看看，3个人直接对着你扫，你不直接被秒。